金门大小姐处理到。哟，我的主力大小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听说你不是失踪了吗？你们楚家现在可是欧阳琪琪在当家做主了。回青梅五大小姐，我楚家家产被奸人所夺，不过今日不是为此事而来，专为给赵老爷子贺寿。 都是一家人，都是一家人，坐坐。哎，楚小姐，怎么样啊？你说你把我们家那幅破画搞到手了，怎么不拿我啊？啊？多谢陈少成全，看完订单还于人们。哎呦，不就一幅破画吗？我这个人最难拒绝美女了。 你要的话，送给你了。陈少可真是大方，江城之物被你当成破画，随便送。哎呀，胡小姐，你要的话，我也可以给你呀、啊。哎，楚小姐，你旁边这个邋里邋遢的手下，怎么也跟着进来了？哎，我可厉害了，我会变戏法。哦，原来。 是只猴啊！啊，对，我还会火眼金睛呢。程璇，你干嘛？没事，楚小姐，你该不会就送这只猴给赵老爷子贺寿吧？这样吧，大家都是古玩界、鉴宝界的大佬，泰斗是吧？这不是还没到饭点吗？我呢？ 跟大伙来个鉴宝比赛，助助兴，怎么样？哎呦喂，咋场子的嘿？赵老爷子，您来规定怎么个玩法？你赢了怎么样？输了，又怎么样？您不是有个傻儿子吗？我要是输了，处理，给你当儿媳妇。 我呢，给你守大门，我这底额怎么样？我若是赢了，借你们家祖传的真武造雕陀一关，三天。行，这么着。 我们祖师爷有个看家本领，就是能不摸不查，十米鉴宝。开玩笑，我这不是赵老头儿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张道具，这二十个属相。 是同一批次生产出来的，同时同量的，我随便抓一只打乱其中，把它找出来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常老爷子，这世上恐怕没有人能做到吧？那我们祖师爷怎么办到的呢？哎呀，说来惭愧。 我们这么多年发展，不进则退。行，这好办，我试试。小伙子，有胆量。张璇，这到底能不能行啊？ 放心，我这双眼睛能看穿一切。可是，有我在，你就放心吧。请张公子入室观宝。19个，差一个，选好了。
看好了，来吧。怎么可能这么快？这不胡闹吗？赵老爷子，您说话可算话。你放心，在场各位是我们鉴宝界是数一数二的人物，为什么说话不算话呢？再说你要是绊倒了我们五脉，还怎么混下去呀？十米，这里够了吗？够了。周旋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，麒麟胆除了可以功力大增，还能再生造化，看穿一切。放心，不是透视。那就第一排左边第二个吧。确定？我确定。厉害呀，你叫张玄是吧？以后我得叫你玄哥，有事儿你说话。小把戏，大家客气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张老爷子，我靠的是想象力。要不你给我整上500个这个东西，我也可以办到。小兄弟，我遵守约定啊。来人呐，把我们的家传真武造雕画拿上来，给我们的张玄小兄弟。不好了，老爷，真武造雕画不见了。什么？一定是欧阳琪琪搞的鬼。这画有什么名堂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这画里有一张地图。什么地图？那个楚家小姐一定是看出了端倪。哦，对了，她身边那小子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听说还活生生的？我不知道啊，那小子跟孤魂野鬼似的。那，识相，我去给您找话了。去吧。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不想自己动手。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，我不想自己动手。是，看来必须先把那小子解决了。哎，小林，我觉得你的病有的治。我们家族的人都会一项特殊的技能，叫做天眼通，不然我怎么找得到关于创世青莲的秘密呢？这么厉害？不过就是这个会折阳寿，我们家族的人都活不过25岁。那你以后不准再用了，我帮你找他。我最近呢一直在研究我们天玄宗的医术，受益匪浅。他要救我？我听说你体内不是有什么麒麟吗？包着百病呢。嗯，可以给我吗？给你？这怎么给啊？就那个呀。哪个呀？哎呀，就那个嘛。不是，小林啊，我真没那么想过。哎，不行不行不行。算了，我就知道是因为楚丽姐姐吧。不是，不，你看我最近不是一门心思都想着报仇吗？哎呀，张玄哥哥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还当真了？啊。我就把你当亲哥哥一样看待。
我怎么可能配得上你吗？你可答应我了，一定要把我的病治好。嗯，那我先去做饭了。哦，好。我检查过了，你奶奶是植物人准没错。我就是玩玩，你们亲门的事儿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欧小姐，我照着你的吩咐已经下好毒了。很好，自己的事情果然上心不少啊。倒是和我毒死了亲门人，在他离亲门继承人吴丹。池莉姐姐，我吴丹姐姐可不是什么小猫小狗想见就能见的哦。他现在可是正式继任我们青门的门主了。我的好妹妹，我们找青门主有事，就麻烦你带我们去见见。那你们先在这等一下，我先去通报一声，看能不能进去。看来这女人是挺……是麻烦，麻烦你别找女人呢。啊？怎么了？没怎么。你多找女人喜欢呢。丹姐姐，楚里姐姐带着一个男人要见你。楚里？没看到我正在休息吗？打扰我的美容觉，让他回去吧。等等。嗯，张璇，请他进来吧。好，张公子，姐姐让你单独进去。啊？没事，我在这等等就行。啊。吴小姐。哟。这不是张璇小帅哥吗？上前让我仔细瞧瞧。吴小姐，想必你也知道，我此次前来所为何事？这话，想要我家的金莲宝色图，我可不跟你见过。我听闻吴大小姐自小习武。好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小门主他快不行了。明月，我奶奶怎么样了？明月，你就直说吧，毕竟我这病，所有人都束手无策。这病啊，的确治不了，我只能给你开几副调理的方子，或许能多活几天。几天？我还有几天？不会超过三天。至少我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喝了这个药能活三天，不喝这个药至少能活三个月。小子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这位可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医学大博士吴明宇，他是我们城里没有任何人士。这药里有毒，熬制了无色无味的地黄子。放肆，这是嫌我们青门无人了吗？无色无味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能看出什么？你们吴丹大宗主应该清楚。你怎么证明？这好吧，这个药你让他喝，让他喝三天，看他死不死。吴明远，你心虚什么？我没有啊，丹丹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
你信他，你不信我。那你为什么不敢换？另外，这并不说是完全治愈，我治一下，活个十年八年的没什么大问题。你放屁！你知道奶奶这是什么病吗？丹丹，你看看这个疯子。哼，你要是能治好，我喝什么毒药都成。你这就自爆了？让小伙子试试吧，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可信，真是世态炎凉啊。帮我找九枚银针过来。我在研究小林病情的时候，查阅到我们天玄医典有一种失传的九宫飞针，需要极强的内功支撑。哼，肺部纤维化末期，这病你要是能治，我当你是神仙。吴门主，冒昧的问一下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不是主持这些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这个跟我奶奶有什么关系？这关系很大，如果你是就能治，如果不是就不能治。我是。好，过来。你要干嘛？你奶奶肺部纤维化，普通医术不可能自己逆转，但如果利用九星飞针加上你的血，方才有治愈。你跟我在这扯呢？你忍着点。好，来吧。哼，都没扎到，在这装模作样摆谱。你给我闭嘴！奶奶，你怎么样了？感觉非常的舒服，呼吸也顺畅了。我，不可能，你一定是施了什么妖法。漂亮小丑，有没有效果？带你们奶奶去医院检查一下吧。请张玄少爷在吗？楚小姐很着急，送了一张纸条过来。怎么了？不，小李要出事。欧阳琪琪，我奶奶呢？小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……你给我闭嘴！我现在没工夫打理你。琪琪，怎么回事？我来告诉你怎么回事。前未婚妻是被我陷害的，主要目的是想……这么说，你是爱我的，对不对？准确的说，是爱你的家产。爱我也行，我的家产也可以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怎么都成。叶霍，想到你是这样的人，中看不中用的东西，我不允许你骂我的狗。今天你来了，就别想。欧阳琪琪，你要我的命，我给过你一次，你要这个男人，我也送给你。只要你放了我奶奶，我什么都可以不再追究。只要你放了我奶奶，我什么都可以不再追究。对对，他说的对啊，只要我们在一起，我们今天好好彩排。你个没用的废物，谁让你说话的？你想和我在一起，把你们家那个老东西办了，把家产全部过到我名下。好，只要你不和我分开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我不能失去你啊，姐姐。
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不要和你分开。那你就给我闭嘴。来，我到哪儿去？我不去。奶奶，奶奶，你别管我，韩明星不会放过我的。奶奶，奶奶，你可真行，装植物人。奶奶，你可真行，装植物人。我为你洗洗，你真是个白眼狼。我把你养这么大，真的是引狼入室。欧阳琪琪，你叫我来肯定是想要什么，只要你放了奶奶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想谈啊，有的谈。不过你得先做三件小事。一，先给我跪下。好。小李，不要啊！我活了大半辈子，为了我不值得呀。第二件，第二件事，给我学三声口诀。小李，不要啊！王王王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怎么样，不难吧？这第三件事，退，给我退后！初离，你想怎么样？放了我奶奶！好好好，你先冷静一点，我们好商量。让奶奶走，让我奶奶走。好，快走！放开琪琪！小李，你没事吧？给我打！住手！哟，你的小跟班来了。放开他！这可是我的好妹妹，我们家的事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管？琪琪，没想到留你一条狗命，多活几天。看来今天必须死！江旭，北辰，你这是怎么样？交出楚家产业，自己去蹲大牢，今日我还能饶你一命。行了，我放你，咱们来日方长，要夺回楚家的产业。我们凭行列的规矩，如果我输了，任你出任。行，在这里行，将我的手把奶奶还给我。你救了我们青门门主，作为感谢，这青莲宝色图你拿去吧。那就谢谢吴大小姐了。小莲，我已经找到三幅画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对了，我还找到了能够医治你病的方法。哦，对，还有两幅画，那我用天眼通帮你看看。哎，不必了。另外两幅，一幅还在白门，另外一幅已经被欧阳琪琪拿到。还有，不准再用天眼通了，听见没？哎，小心！小莲。
创世心莲就被找了吧？上次为了找麒麟胆，害死了你爷爷；这次为了找创世青莲，不仅害死了小莲，还让那么多人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 不能再让更多人受到伤害了。现在欧阳琪琪的后台已经被解决了，他玩不出什么花样了，会有人收拾他。嗯，